小港暗葬帮在哪里？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哎，有人跳了。画画就可以攻击，是画武器还是画我的攻击轨迹啊？来个蛇形。哦，哦，是画出我的攻击轨迹哦。我，后，前后前后攻击。我发现他前进是有极限的。没有办法一直前进啊！哎嘿，旋转攻击，为什么我的武器会一直指向另外一边呢？怎样？变个角，水之呼吸，第一型，哎，大水车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啊哒！呜呼，带走！还有广告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一款猪霸我很想玩呢、欸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模拟器开不了。我再载一次，立即下载。动物王者哎、欸。这个手游看起来很赞呢，下一关，哇，弓箭手哦，哎，加钱哦，免费加钱，哦，好，第二关开始，嘿。遇到弓箭手那是不好处理啊。到底是怎么前进的、啊？我还是没搞懂啊。为什么我有时候可以突然前进呢、啊、？Big Head， Choose Power Up， Increase Change to Disland Army。哦，好，这个，好，守护永恒的爱。欸，这一款好像很难练欸。这一款我看小健玩那么久，才五十几等。满等是255嘛，这个其实是可以把广告关掉，就把网路关掉，广告都关掉了。哇，大斧哥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斩杀。斗罗大陆，斗罗大陆好玩呢、欸！哇，新武器解锁，有斧头嘞！升级升级，我看一下这场对手是谁？太奇中路，阿卡丽上路的样子。那我带，算了，要带血量好了啊，不然等等，要是突然派起来上路，会把我吓死。虽然这种游戏都是来看广告的，但是玩的人是真的多、啊，而且玩法都很特殊，都还蛮好玩的。啊，咚咚当当咚！刚刚那个游戏在当当当嘞、欸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游戏我就这样挂着，原来我都还没死哎、欸，哈，我就那样放着，那个敌人自己撞上来一直死哎、欸，这什么状况啊？我就这样不动，他也打不过我。
原来是放置手游啊。啊，再过来啊，你再过来啊。嗯，我快把他捅死了。哦耶，又胜利喽！